都跌破底价了。跌破底价了。来，请喝茶。去！郝老板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是一分钱都不会再给你投了。我是生意人，不可能把我的钱往水里面扔。这些道理我都明白，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我们现在只能破釜沉舟，再赌一把。赌？赌不赌是你的事情，从今天开始我全部撤出，咱们一切按合同上办，你得包赔我的损失。哼，我告诉你，政策是国家变的，你要有损失找国家赔去啊。哎呦，好老板，咱们可是都是生意场上混的人呀，做生意要讲的信誉，咱俩好说好散好不好？你只要赔了我1500万利息和其他一切费用，我通通不要。除非啊，你再投1000万，我们把这地真的买下，否则我也没办法。好老板啊，就即使你把地给买下来，他也会砸在手里的呀。好老板，郝锦芳，你，咱俩法庭上见。跟我玩这个啊！我陪着你。那这种事儿，最坏的可能是什么？嗨，告我啊，诈骗罪，还能有什么新鲜的？那个姓廖的真的会告你吗？告吧，那怎么办呀？欠债还钱呀，要钱没有，要命有一条。不过你放心，这种事儿深圳这些年我见多了，没事儿，走吧，我还带你玩玩。哎呀呀，上哪儿玩去啊？你真行啊！1500万，你知道现在法院怎么规定吗？上百万那就不是小事儿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这帮港商都不傻，他们不敢真告我，他们还指我给他们赚钱呢，他们也就是吓唬吓唬我。行了，别想那么多了啊，走吧。你得想想办法。我能有什么办法啊？我认识的主啊都是虚假繁荣，谁有那么多现金呢？行了，别瞎琢磨了。哎，我说你给谁打电话呀？喂，你们赵总在吗？我说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你脑子才进水了呢。1500万啊，是人命重要还是面子重要啊？你跟彭辉有什么大不了的深仇大恨啊？彭辉这方面我知道，他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和解呀、啊，解放。别说1500万了，就是1块钱，我也不想管他要。你跟他真的有那么深的深仇大恨吗？没有这么深的深仇大恨，我就是不想再跟他打恋恋。喂，大帅啊，这样啊，啊，我李和平，你跟彭辉说，不管他有什么事儿，让他半个小时之内立刻给我回电话，好吧？谢谢，好，哎，谢。现在由优秀学生代表为赵鹏辉先生佩戴红领巾，大家欢迎。
咱们能握个手吗？张伯伯，很高兴认识你啊。叔，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不会吧。哦，如果您没事儿，我可以走了吧？哎，别别别，叔叔有几个个人问题想问问你，可以吗？什么个人问题啊？喜欢体育吗？喜欢。那都喜欢什么项目？我喜欢足球，我还是我们班的体育课代表呢。好，叔叔也喜欢踢足球，那找个什么时间咱们在一起踢踢球好不好？喂，哎，和平哥，我是大帅，我现在赵总有点急事儿，接不了电话，啊，哎，这样吧，我一会儿让他给你打过去吧，啊啊。哎，你妈妈对你好吗？嗯，挺好的。可是。可是什么呢？那我说了这些，你可不能告诉他。我保证。他对我都挺好的，就是。太不尊重我了。不尊重你？怎么了？我一天到晚都见不着他，有时候一连好几天我都跟他说不上一句话，连同学都说他不像我的亲妈，所以我就有点讨厌他。别听那些同学瞎说啊，你妈就是工作太忙了，这个等你长大以后你就会知道。您说话怎么跟我妈一样啊？你们怎么都这样啊？先在我这住着，今天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查封我，啊，你在这等等我，过不了几天我就出来，啊，出来我带你去趟珠海，去那玩去，啊，现在我带你出去转转，赶紧走啊，我这身上卡正好还有钱，啊，行了，别坐着，走吧。快洗手吧，饭马上就好啊！你先把作业写了吧。今天没作业。啊？学校怎么会不留作业呢？今天呀，我下午参加了一个企业家与优秀学生的恳谈会，后来他还单独找我聊天呢。我发现他特别注意我。我儿子就是讨人喜欢。我感觉他好像认识我似的。是吗？嗯，感觉有点像我爸爸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好像叫赵什么？赵梦辉。没事，今儿放心里去，还行吧？我得啊，我再打几个电话，我要我心里去。朋友，打什么电话？啊、我这点事儿真不碍事儿。啊，和平，我跟你说，这年头像你这么好的人真不多了啊！对不起，请问哪位是郝解放？我呀，哎，
我们在执行公务，请你回避一下。凭什么呀？这是我朋友。我们是市检察院的，有人告你涉嫌诈骗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院长都是我哥们儿。请你们出示一下你们的证。你放心，我什么事儿没有，在那儿待不了一两天，我就出去。要不你就先回北京啊！你放心，没事。走吧，走。喂，啊，高秘书吗？我是和平啊。哦，和平啊。啊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好久没你的电话了。上次你说来广东，怎么也没来啊？哎呀，我这工作忙，抽不开身儿。有什么事儿吗？是这样，那个高秘书，我有一个朋友啊，在惠州，他呢今天上午被检察院的人给带走了。估计是跟一个合作房地产开发的事儿有关系，我想了解一下情况。你那个朋友是不是叫郝解放？对啊，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郝解放嘛，大名鼎鼎，在惠州谁不知道啊？那他现在应该是什么样一种情况？其实他这事儿可大可小，检察院已经冻结了郝解放账上的700万。只要他再还港商800万，把窟窿给堵上，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好，啊，那我明白了，谢谢啊。那先这样啊。好，哎哎，谢谢。像范小姐这样的女人，活得一定很不容易吧？没什么会这么说的。女人嘛，红颜薄命啊！一看到你啊，我就想起我那几年了。
爱呀，恨呐，昏天黑地，死去活来的，到头来，其实都是一场梦。可是我觉得，人这一辈子要是没有真爱过一回，那不是白活了吗？女人呐，没有爱，觉得空虚；有了爱呢，也会觉得痛苦。罗老板，我大你几岁，你以后就叫我姐吧，啊，大家都这么叫我。罗姐，你好像经历过很多事情，好眼力。什么叫历尽沧海，饱经沧桑？看看我就知道了。和平啊，什么事儿？大帅没跟你说吗？大帅没跟我说呀，怎么了？你忙什么呢？嗨，我能忙什么事儿？这两天一直在忙鹏鹏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解放被惠州检察院给拘了。我就知道他不可能有什么好事儿。我问过了，他是欠港商1500万。现在就差800万，只要还清了就没事了。那你给我打电话什么意思？啊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彭辉，你开什么玩笑？都什么时候了？我昨天给你打了一整天的电话。我能帮他什么忙？啊，出了这事儿就给我打电话？啊，我谁呀？我是他们家银行啊。